喂，喂，喂，哦 ，Hello， 哇，我超级久，超久没有自己一个人拍传说的，那我们看一下我战绩啊。我呢，最近在玩苏黎，对，然后好像玩出一点东西来。那我们这一场呢，就来赶紧的打排位。现在目前是16连胜，我们今天呢要认真打，我们是不做效果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是绝对不会做任何效果，我们要赢下这一场游戏。准备，这个音乐怎么那么大声啊？然后直接打野位，按下去。嘟嘟嘟嘟嘟，拜托帮我编雅雅，帮我编雅雅。请选择禁用英雄。帮我编雅雅。然后我们现在这边有个细节，很多人会问我要怎么玩哦。但其实虽然我不是玩技术的，但是呢，你问对人了。我们要先鼓励队友啊。我们一开始气势就不能输，战斗吧！献出你们的心脏。我帮选择英雄。为了胜利。战斗吧！我帮抢 ，OK， 没有人理我，那我们直接抢我们的苏黎，亮出我们的79%胜率，输不了，输不了。这场不可能输。我来到这里，我们要迈向我们的17连胜。听得到我声音吗？喂喂喂，听得到我声音吗 ？Hello， 你们听得到我声音吗？可以打字跟我说一下吗 ？Hello。萨尼，我们一起赢下这一场游戏，有没有问题？战斗吧，塔塔开，塔塔开，心中杀杀给我！萨尼有问题吗？你不要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们是团队，来制裁对面，有没有问题？你相信我好不好？萨尼，你相信我？萨尼，你相信我吗？你相信我吧，萨尼。那靠你了，没有问题，包在我身上啊。Let's go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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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派对动物。然后现在，有一个细节就是，刚开始的时候按一个赞，技能点一点，然后开全队，然后给队友精神喊话。米拉桑，心中杀杀给我。那我们来讲一下苏黎的机制好了，他呢，这种远距离的二技能啊，二技能还在持续中，每普攻一下你的血就会减少，但是你按的话，你的血就会回来。好，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但是呢，细节，当你快死的时候，就用你的这把剑，他打人会吸血，刚好成一个反比。他近战这个是吸血，等等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装一下嘛，在这边蹲着。这首歌我很快就能学会。来，等一下我们蹲，我们蹲人，我们不急，我们不急，我们蹲人，有没有问题？哎、欸，不急，不急，我们不急。完了，我们这个莉莉安急啦，来，我们这边呢打一波团战，我们先直接这个普攻这个八爪鱼，然后一直普攻，一直普攻。一直普攻，然后大绝直接吸血，然后不太妙啊，不太妙，你急了，莉莉安，如果被别人不要笑我，不要，那我们这一边呢，虽然的话好像是不太顺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继续发育哦，我们继续吃我们的野怪，攻击进攻凯撒，对对，就是吃凯撒，没错。萨尼掩护我啊！我没制裁，快吃！好，来，我们直接打一波，我们这边直接打一波，有没有问题？萨尼交给你了。太阳，发起进攻。萨尼靠你了。我方魔龙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吸一口。
没有扶偏到、哦。打得没有很好哦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要努力的赢下这一局，拿到我们的第十七连胜。来，魔龙给他们吃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吃凯撒了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的魔龙鹿现在两只正在对打，我们赶快的去支援他。有看到熊猫，免费人头，免费人头，好，这边我们赶紧的去反他的野，让那个熊猫大后悔。这个八爪鱼是怎样啊？这个啊啊有罗尔，哎、欸，这样感觉可以赢嘞、欸。我们大大吸血，普攻，二技普吸血，吸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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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这波超级赚。我们给队友按一个赞，然后再开麦，再开麦，细节鼓励队友。皆さん、心中捧げ。应该不会这样打完之后被开副本吧？玛卡巴卡巴卡瓦卡米卡玛卡嗯，玛卡巴卡阿巴雅卡伊卡阿卡哦。我们看到下路现在在打架，我们边吃红边往那边靠。传音，然后跟队友沟通，开麦，我来帮你啦。吸。远流，快点！他残血。啊啊哦哦！你扛一下，你扛一下，很好啊，很好啊，玩得很好，你玩得很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很好很好，继续打，不要怕。我这边直接开一个大，直接吸满。我这边继续普攻。哦，你退得很好哎、欸，萨尼亚，我要。准备就绪，哎、欸，来来来，中路这边直接打一波。凯撒觉醒进化。哦，萨尼，你推的好啊！来，继续打，继续打，我目前还在输出。吸一口。我方凯撒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这个罗尔跑不掉。八爪鱼也跑不掉。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. 跑不掉。这个海牙，你也好，阿宝掉了。来这边，这边我们直接。直接卑鄙他们，我们还有大局可以吸血，还有这个血迹可以，我们这波是死不了的，我们这波绝对死不了。趁现在开始普攻，先开大，然后有没有这波血迹？好了，这波已经是赢了，这波剩这个女超人，直接给他追，追，追，追不到，追不到，帮我扛，帮我扛，帮我扛，碎碎碎哦，很好，这个队友很顶。有了，我们拿下这场的胜利了。我去吸他一口啊！失败！我们拿下属于我们的胜利了。塔塔开，塔塔开！我们拿到了我们的第十七连胜。